我这边的人了。哦、okay. ，我这边的人，我的阿爷嘛。啊、哦，广东人。广东人。啊、哦。这家开了多少年了？我这个38年了。38年了。啊、嗯。味道很不错，我们很喜欢。谢谢你。OK。帮忙我们身体健康。嗯，我们酒店呢对面就有一个新加坡热骨茶，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攻略，听说这家热骨茶是很好吃很有名的，酒店就在对面，我们决定来吃一下这个热骨茶。晚中我们要少吃点，因为晚上我们要去吃那个海鲜自助餐，本来我们一般是不吃晚饭，但是他那里这里对，但是他那里晚上才开门你知道吗？新加坡热骨茶云吞面火条汤面汤，哇生意很好。没有，这排骨汤很好吃的。对呀、啊。看一下。怎么？来一杯。这样子。你觉得我们？白馍的多呢。可以来一杯，要不那个明天就吃了。对呀、啊。Hello。你要吃什么？这个是。热骨茶。热骨茶。一个人。两个人，我一个人吃，一个人，那个米饭也好吃，什么是好吃的？米粉 ，OK， 请教。路卡在去 KK 多点糖来。做个点餐对吗？可以的，哪里都可以的。很嫩啊，想要一双筷子。嗯，好吃，看上去很有食欲啊。看你吧就好了。还有筷子吧，我起不来。蘸辣椒吃，拌鲍子，把一点味道给。
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我们做微 i d 了，做视频的。哦。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，来帮我回答就好了。你是哪里的？我这边的人了。哦。我这边的人，我的阿爷嘛。啊。广东人。广东人。哦。这家开了多少年了？我这个38年了。38年了。味道很不错，我们很喜欢。谢谢你们来帮忙我。OK， 拜拜。身体健康。拜拜。居然连个门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在火车站了，来买张票要去曼谷。这个检票的地方也太简陋了吧，居然啥都没有，直通的。票我们已经买好了。我们刚刚吃完饭来买了火车票啊，我们要去曼谷。去曼谷了有三种方式：飞机、火车、大巴车。其中呢，大巴车比火车票要更便宜一些。我们决定呢，感受当地的文化呢，要坐火车。坐火车的话，它是有动有睡觉的。这里到，下午2:30的车，然后要10几个小时。要十几个小时，便宜点那个是200、400的都有。有17个小时，我看一下啊。有。下午5:30到第二天10:50，十几个小时嘛。它有那个座位票跟那个卧铺票，我们买的是卧铺，卧铺类也比较便宜，才1003，折合人民币的话就200块钱。然后它有这个卧铺的动那个位置的啊，这个。上铺跟下铺的，三等座跟二等座，三等座是258，二等座是458的，还458泰铢哦，400人民币多少钱？80多块钱。80倍，对。80多块钱，就还是比较便宜的。我们买的卧铺，因为十几个小时嘛，比较累。然后我去，本来我就那个网上去买的，网上有那个代理商去买，代理商买的话下我早上查了一下，就是如果买那个。买了有空调的，你这个200多400多是没有空调的，吹那个干风的，是这个价格 ，OK？ 这样子。我们订这个是有空调的，哦、有空调的关系啊，它是1393块钱就是坐票，2000块钱是税票，是代理商那边买的，批到商店去买，在火车站这边买便宜很多，税票只要1100铢，坐票只要1000铢，就贵了100块钱。所以你可以睡觉。关键这个火车站也太简陋了吧，售票口离站台一步之遥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往回走了。票已经买好了，往回走了，拜拜。